你看，就叫讲菜市啊，对金鱼店这里整，所以到现在还是有。要做凉面，即使凉面。伫咧网咖有一群少年人，用音轨机方式，互大家看到老城市的新生命。咱叫伊叫做网咖音轨机，是因为讲咱带大家去食材头家的时阵，就参像咱带朋友去音轨机的感觉。阮就是一间炒店，时代转变了，即摆少年人根本无人要食这。理解银圣协会社造，帮助一些弱势团体，啊，互社会怎样讲，五届团体在做几款代志。即个少年人去跨到另外一种的生活的方式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大礼拜三暗时十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